跟過我學畫嘅人咧，就知道呢個筆法點畫噶啦。咁咁咁咁咁，係嘛？如果未跟過咧，就唔知道呢個係一個筆書筆法。當然咧，我仲有好多招數未講嘅，係嘛？仲有好多招數咧，有機會先嚇。 你就算影咗你啫，唔使啦，深墨用完啦，跟住而家淺墨啦，淺墨啊，點水咁樣可以啦嚇。 都有啲散嘅咧，散嘅，大致咧就將一個整體攞咗出嚟啦。咁呢張畫咧就，冇啊，大佬。
你們千萬不要學我，因為筆畫膠卷沒有了，我不怕，我明天就用來畫這些，所以就不浪費的。 這個走來這邊，這樣才行，我就要走來這邊，這邊走來這邊，這個山就跟它有貫穿了，好，現在主要就畫軟沙，軟沙有少少顏色，就畫這些。 我就一行。
邊啊？呼應咗，即係有波浪咁樣。咁我畫畫好少一條線，我都會啊，沿住呢度有一個啊，要打開又要打開嘅，即係嗰個曲線咧係存在嘅啦，曲線啦，曲到呢度，即係喺呢度咧冇一條直線嘅，喺下邊咧冇一條直線嘅，係嘛？要有啲斜嘅，斜即係講緊走咗嚟邊啊？所以有些人說畫畫呢不是先有技法，是先有理法，先知道一些東西，知道一張畫需要什麼，需要什麼。好，這裡呢有少少樹就基本上畫完了，那就等我加少少赭石在山石那裡會漂亮一點。咁啊，掃過嚟畫啦，好自然。好，加一加少少山石。打電話嚟約飲茶啦嚇。